农林考察小组是由省议员王安顺和洪挂等人所组成的，他们到达四湖乡，看见了这个地区受到海浪的冲刷，防风林损失相当严重的情形。召集人省议员王安顺表示，他们将建议政府请渔业局会同林务局和水利局等有关单位迅速研定可行的补救办法，早日兴建海潮堤防，保护四湖乡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